亲啊，咱继续要来讲这个农历的七月上清鬼啊月，永暗都要关鬼门了。各地神风庙拢会拜拜，讨好好兄弟啊，顺利转去阴间。啊，台湾上早的王爷庙，也都是徛伫个台南府城的普济殿。庙方伫个昨深夜，特别伫个面册来打出着威灵王、地王爷的指示，讲这个上兔、上马、上狗。甲上低，即四个生肖的民众都要小心。阴暗九点半过了后，唔通伫外口停留，爱赶紧回去厝。结果是引发着大讨论，有四千个信众赶紧转传这个大文，提醒亲戚朋友都要小心。农历七月俗称鬼啊月，鬼个月有进入禁区，伫2020国历九月十六今日，鬼门就要关啊！各地神风庙拢会举办祭祀活动，好在好兄弟啊顺利转去阴间。台南这间普济殿是台湾历史上个悠久的王爷庙，伫鬼门要关的进前一暝，庙方伫面贴顶面写讲，关鬼门迄一天也是今日。暗时九点半过了后，生肖是兔啊、马、甲狗、猪的人，唔通伫外口。温度我拜即个生肖，诶，生肖二月月令，来讲我即个信徒大德，因为即是外口当中车辆啊，种种拢爱是爱注意啊，是咱自身厝内着当啊保平安啦。庙方讲暗时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，是好兄弟啊休假时间，大家上好拢伫个室内。唔通阻挡好兄弟啊回地府的路。这篇文章引起网友的讨论，毛纷纷转发，提醒身有边的人，不少人甘愿相信有这款代志，或者鬼啊鬼，伊最后一暝会使平安度过。